赶快升，多升一点，多升一点。几种？五种吧。棕熊吗？有棕熊吗？台湾有棕熊吗？很多熊。一种。一种。咪呀。很可爱啊。圆圆的。台湾黑熊前面有个 V 字，深 V。不知道哎。已经快要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赶快升，多升一点，多升一点，要多交配，要多交配，要多交配。黑熊，恭喜你要有纪录片了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们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，看看你的一个生长的过程，耶、yeah ！下个月十三号，黑熊来。